哎，你谁呀？不是说了让我冷静一会儿吗？来找我干嘛？那是你说的，我可没说。你谁呀？这位是沈将军，这里的代理镇魂将。他刚才可告诉我了，我爸是一个很好的镇魂将，根本不是那些邻人口中所说的懦夫。你跟我道歉。你是代理镇魂将？在下沈元清，敢问你是哪位？我跟他是一起的。现在这天色也不早了，夏小姐。嗯。你们二人随我回府吧。你们难得来一次寒仙街，我一定要好好招待一下才是。哎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那太添麻烦了，不用。怎么会麻烦？在下住的正是雪凌轩，那里可是夏将军曾经的住所。小姐去了那里，就跟回了家里一样。雪凌轩。不要去。二位请随我来。你还没跟我道歉呢。好，那就对不起咯。对不起不能加咯咯。那就对不起没有咯咯。那差不多咯。拍照。这可是婚纱照，不太好吧？有什么不好的，又不是来真的。我们总不能跟人家说要找结界入口吧？也是啊。那还扭捏什么？走走走走走。两位真是天生一对，郎才女貌。咱们店呢，拥有全县城最全的服饰风格。主打的是 ins 风、国潮风、童话风，还有古典宫廷风。不知道你们二位喜欢什么样的风格啊？你们大胆说，我们店都能满足。而且咱们新娘长得这么漂亮，身材又这么好，完全可以多选两套尝试尝试，对不对？那也行啊。哎，你帮我拿那两件，给她试一下。好，马上。哦，要那个灰色格子的。啊，然后还有那个棕色条纹的。行，然后再。哎，太有眼光了，这两套特别好。我们俩喜欢二次元 cos 风，所以自己带了衣服。对，二次元最棒了。啊，换这么快？嗯，带路吧，拍照。啊，好。不知道二位 cos 的是哪部动漫？《镇魂街》。哦。来，两位预备，三、二、一。三、二、一。三、二、一。两位啊，现在拍的是婚纱照哦，咱们能不能再稍微亲密一点？要拿出自己最好的状态哦。行行行，来吧来吧。OK， 好，预备，三、二、一。哎，不错，好，这个新郎要不要试试抱抱新娘啊？哎，好，准备三、二、一。哎，新娘也可以试试抱抱新郎哦。哎，对，很棒啊！好，预备，三、二、一 ，perfect！ 哇，相当完美！哇，刚刚这组照片可以说是我拍过的最棒的一组，等了一辈子，就等这一套。哇，这下真的，我太完美了，太棒了！啊，果然就是这儿了。这里是。哎，我买好了。哎，你的呢？我也买好了。啊？在哪儿啊？我买了两条内裤，三双袜子，都揣兜里了。怎么？你要看？哎，不用。你出趟远门就带这点东西啊？那不然还带什么？你买了什么？哼。我看了我爸的笔记，上写寒仙街它地处高原，四面冰山环绕，所以肯定是紫外线很强。
所以我就买了防晒喷雾、防晒霜、VCA 醇啊、洗面奶，还有补水面膜、芦荟胶。等等，你买的都是雪花膏？嗯，花多少钱？2000，平时要4000块钱，今天打折啊。2000？嗯，这么贵？你防晒你买个帽子戴，你补水多喝点水不就完了？有必要买那么多吗？去，你以为我这么美，平时不用保养的呀？我以为你单纯长得好看呢。长得漂亮也很重要。哎，看你不开心的份上，决定给你个惊喜。嗯。